你也是一个滤镜魔人吗？自从有了滤镜之后，好像大家都已经离不开滤镜的生活，不套一点滤镜，好像就这个照片没有办法原图直出。我不屑滤镜。你都是原图直出的人，超级原图的。很多人就是会说，哎，谢谢跟你拍个照，我就说好啊，然后一过去我就说，谁呀？你知道尖，然后大眼睛，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有，甚至帮你画了其他的妆容。对，我就说这不是我。你不套滤镜的？我不套。你有试图套过吗？嗯，也是女儿逼我玩一下了。那你有觉得有一点好玩吗？没有哎。你就觉得那不是我？我女儿很喜欢玩一个，就是脸上有点点点点点点那个雪纹。雪饼啊。那个叫雪饼是不是？雪饼。我想说那个到底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真的不好玩吗？我试试看啊，这边好像有。眼睛跟那个鼻子会变很立体，很欧美光，而且皮肤很光滑。嗯，你说雪饼啊？对。哇哦！哎，这好好看。怎么看到莉莉？哇，可爱呢！看到莉莉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好可爱！有没有更厉害的？更厉害的吗 ？Oh my god！那种感觉，确定合理吗？你好丑你，那就是给女生的美。你怎么变我爸变媒婆哎？你变成，中毒了，变嘴唇的颜色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，好合理哦。哎，有点时尚。很像你的专辑的那个哎。阿凡达吗？哇哇哇哇！烂起火嘞！岩上，老娘上发火，发火那种，好适合当梗图。哎，这可以送给大家了，当梗图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滤镜。是。然后我们今天请的来宾呢，是坚持不用滤镜，就一位，一位要滤镜，只有一位不要。你们是我们坚持，所以你是坚持不用滤镜，对对，你要真实的自己，对。可是韩叔不是也是吗？哦，我超爱滤镜的，我都跟他说，如果用原相机拍的照片就不用给我看了，对，没有，也不用 drop 给我，都不需要。可是你本人又不丑，你干嘛非要用滤镜？没有啊，你知道就是那个原相机会拍到脸上很多瑕疵，我觉得特别是 iPhone 的前镜头，完全是照妖镜的概念。我用 iPhone 前镜头照，我觉得很恐怖，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因为你都用 iPhone 前镜头照自己。我觉得你本人是 OK， 只是皱纹比较多一点而已。这不就是问题？这不就是问题？有点复杂。你是不是从早上健身到现在？批评我。对对对，还开场前。健身到现在。Miyaki 也是一定要用滤镜吗？我现在长大，我最近有试着不要用滤镜拍全身，然后我觉得感觉不错。因为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滤镜会造成很多奇怪的失误，例如可能我会认不得我客人的脸，就是滤镜看到他跟我讯息的时候，他预约的时候是长那样，来的时候就觉得。脸上没雪饼啊，没雪饼，然后我还要跟他说，哦，你要怎么样嘛，然后还要这样，会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怎么差那么多滤镜，怎么那么厉害之类的，太刺辱了。对，但是现在我有觉得，我希望我不要成为别人眼里这样，我尽量用原始的样子，所以开始自然了。所以刚刚你说你一定要滤镜，对对，我一定要滤镜，而且我有粉丝，不是你都已经眼睛大，然后。对啊，我滤镜你就是长得像滤镜过的人啊。我滤镜不是要让眼睛大，我不是追求眼睛大，我是追求皮肤要磨平，然后可是你皮肤很好啊，没有皮肤不好。镜子跟镜子讲话。像太像了啊！还有是 Miyaki， 对，一定要，而且粉丝来拍照，我一定要强制他要求。你皮肤是有很差吗？很差，怎么可能啊？哪有啊？真的很差、啊。哪有？看一下。我们两个要自己卸好了。这比我想象中的差一点。你也没有到很差，就可以拍的。晚上攻击性比较强。可恶！哎，那你细看一下韩主要不要？韩主，这样。韩主真的还好，干嘛？你那个细纹，我真的没有，好坏哦。他到第五集就是这样，我就跟你讲，不要惹我。Ivan， 我错了，姐。我笑得讲，真的大。那男生呢？羽毛，我以前是会用啊。你用什么用啊？男生用什么用啊？他是爱美爱美爱惨的。不是，你已经长得算是帅的啊。嗯。之前有个滤镜很韩系，他叫 Soda。
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是你用滤镜的，对对对，它就会有一个魅惑感，本人比较好看，魅惑感，你在追求魅惑感，然后它的那个它看起来的那个。天气好像就是韩国一样，那个纬度，就是气氛氛围感。所以那这个滤镜有取名是什么韩国系吗？它就是搜打，就是韩。韩系的相机，美颜相机套色，所以这也是你用搜打吗？哎，他这一张超满意的哎，对，看他那个双眼，那个双瞳的感觉，这是谁？不行，这眼睛不是看得到双瞳。哎，他有把你眼睛好像。我觉得韩系的精髓就是他有一种要掉不掉，要单不单，要内双。等等，因为你本人是双眼皮是不是？小内双，所以他帮你修成单眼皮哦。他就有一个魅惑感。魅惑，追求魅惑感。然后鼻子是不是有弄成比较挺，还是怎么样？感觉有打光，有修容了，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个魅惑感、暗示感。所以你的 IG 里面都是有这个滤镜。后来风格有点转换，后来就是想说用原相机拍，因为有一个女生朋友告诉我说，如果用这种 APP 做的话，她可能会。拍出来会画质会变低，嗯，可能不是比较好嘛，对，就看不清楚越。所以你宁愿用原相机再进去这样子啊？再进去？再进去哪里？修图？进去哪里？所以你没有一张真实的照片，对不对？有。我要看你真正最真实的，跟新梅姐那张是不是真实的？对，跟新梅那张都是比较真实的，只有把亮度拉亮低一点。那你不真实啊？我要的是摄影棚是粉红色，它有时候拍起来会有啦，这张比较真实。有啦，真实的比较好看，嗯。对，比较有男，我觉得你好像要用搜打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哇，我这干嘛？哎，我哎，为什么突然放这个啊？哇，这也是有套滤镜，这是 IG 的滤镜。这滤镜有放大吗？你说哪胸部吗？还是眼睛？胸部胸部没有，胸部可以哦。因为通常平常我不是走这个风格，然后那时候会发这张，是因为刚好 IG 破20万，所以我要感谢大家。哇！然后所以就发了一张，因为我原本的 style 也不是会露奶的，我平常都是很宽松。所以那天就是纯粹是为了庆祝，为了想要回馈大家而露的这样。所以你这个就是脸是那种腮红，脸它有对，它那个 IG 的滤镜有腮红，然后它会有一层雾雾的灰灰雾雾的感觉。哪里啊？整个。就是你追求的那个皮肤雾面，对，皮肤雾面就不会觉得是皮肤差，是因为那个滤镜雾。可是你张开皮肤就真的很好，没有。其实我也被你骗了，认识那么久，因为认识他蛮久的，嗯，因为他的腮红都画很红嘛，然后他的照片社群都是那种雾感的，我就以为他的皮肤真的就真的是这样，对。可是你这样不会太近，结果你今天怎样？所以你真的已经比一般人好很多了耶，你真的用不到，你真的不需要哎。你也没有资格讲别人，你在那搜打来搜打去。我已经戒掉了，我戒掉了。但是你看他们四位是坚持要滤镜，那请问您是？我不喜欢用滤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滤镜就会变脸，就会变形啊。天生美啊。没有，不是天生美，是那个脸会变得很奇怪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漂亮就好了。可是它就会变得眼睛很大，然后下巴很尖，就不要漂亮啊。你可以就不要调眼睛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用，是别人有滤镜的时候，我不想要用。你会不会用了？你会不会用了之后就上瘾？不会，因为我就别人要照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像我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找来几位素人来宾，他们是非常爱滤镜高手，对，然后他们套完之后，甚至有一些他们的人气是超越我们现场，不包括你几位。我现在看第一位的滤镜后的照片，哎，你看得出来是用什么吗？看得，大概。基本上皮肤就有了啊，对，大眼小嘴，皮肤先好，然后它唇色是不是有那种比较饱和，有口红的，上口红，哟，鼻子又挺，对，就是滤镜会有一种莫名，它会把你五官就是挤在对的位置上。这女模看到这个女生应该会喜欢吧？应该我们第一瞬间应该是觉得 OK， 对，这个会先就储存啊，就觉得蛮正的，蛮可爱，这样就可以储存了吗？再看啊，不想看下一片。哎呦，这个男生喜欢，是同个人吗？有光感，这同一个人是吗？小无辜，还在同一个。再远一点。他没有很追求要拍大头照，哎，还蛮自然的。这个蛮好看的耶。我觉得他应该只是修皮肤而已，只是修皮肤白一点什么的。长相应该不会差太多。想看本人，可爱的女生，好，眼睛也圆圆的。让我欢迎月。Hello， 请下来。这是面具还是滤镜啊？应该是滤镜吧，好瘦，你可能眼睛有滤镜吧，这个一定就是跟照片长一样的，对，因为照片也是很瘦，因为你的照片算是偏自然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很喜欢拍那种大头照，还好，
因为大部分都是去外面，然后给人家拍比较多。哎呦，外拍啊？对。所以你本身已经可爱到可以外拍了？哎，没有啦，可是我都说我是吃可爱长大的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吃可爱长大的？对呀，我吃可爱长大的。所以等下面具拿下来，我们会说啊，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好期待。可以配合一下啦。那万一没有很可爱怎么办？嗯，假装一下下也好。啊，我们节目很逼真呢，好紧张哟。所以你现在是玩，你现在是有带妆，有。然后你是第一次是没有以滤镜示人吗？就是说，就是在公开场合，嗯，算是吧。你觉得你本人如果没有套滤镜的话，这两个趴数中就会差了多少？落差值？落差可能大概4-5%吧。四五趴那就是没差。你是不是只是对自己的皮肤想要弄得更就是好一点而已？很自信的，就是可能会有点法令纹啊，又爱笑，然后又法令纹比较明显啊，那些的。因为他都已经说他吃可爱长大的，对呀，就是五岁了啦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月月，3、2、1，请拿。还蛮可爱的，真的。我觉得现场一片安静是对的吗？我们是对的，对的，我们节目就是这种氛围。对，我们回想一下刚刚，可爱啊，很可爱啊，嗯，很有自己的风格啊，还有。你都用你都用哪一哪一？你在干嘛？学长，你都用什么？滤镜的滤镜是什么厂牌？什么厂牌？美图秀秀，美图秀秀，美图秀秀。所以你从何时开始戒不掉滤镜的？何时开始？两年前吧。所以滤镜两年前的你是怎么样？就是自然的女孩。对，就是不套滤镜直接发。那时候我还没有经营社群。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很赤裸，就是人家出去拍照，哦，这样咔嚓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就一直觉得那个照片哪里不对劲，对，哪里不对劲，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是不是要去修一下，然后是有朋友跟你讲说其实可以用滤镜之类的，然后外加就是因为就是很夯嘛，然后看身边做到的在用，你觉得自己不用好像很 low， 所以就想说那我来用一下，是不是一用成主顾？真的，你用了滤镜之后再发照片，你 IG。人数真的有增长很多吗？涨粉吗？就我也不知道是本身，因为我的照片本来就是可能因为我外拍，所以摄影师本来就有修过，所以大家就是一个活在说，啊，原来月月就长这样哦，活在谎言的世界。对啊，所以照片真的得要修。你有粉丝就是是你 IG 的粉丝，是，然后他看完你照片，然后有见到你本人过的吗？哎呦喂，真的吗？就是在路上，我可能在帮忙拍业配照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刚好就突然间我就有小讯息，就是私我说，哎，看到你在工作，然后还截图，就辛苦了，觉得哇。那你们说本人也很可爱什么这类的？我倒是没有这样讲，可是我觉得他认得出我，就代表应该没差太多吧。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，你说你吃可爱长大，你可能这句话还给我，因为我这是我粉丝对我说的，你可能要还给我。好脸色、啊，是火药味吗？你是一句话，每个人都可以用，谁规定一定要怎么用？大家都可以吃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只有最好，没有更好。好啦，你们现在 PK 卸妆了。你过来，你们俩比可爱啊！做出最可爱的那个表情，看谁比较像最可爱的。来啦，不能输哦，不能输。你可爱的，因为他就烹饪雷了。三连拍，他就是马尔济斯。来，二号机三连拍哦，来第一拍。不相上下。第二拍，哎，玉玉很厉害啊！第三拍，老艺人呐，你是老艺人呐，老艺人都来这招，好，第三拍的档，然后又开始。哎，秀慧姐是不是？最近有人说，你怎么行径像秀慧姐？人家吃可爱长大是她啦。唇形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要都要碰，要非常不要脸的做出一些很可恶的唇形。对，最基本的唇形，我觉得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嘟嘴吧。可是你又不是真的，你又不是这样，你是有一种中间有中空的，就是张鱼嘴啊，这是标准状态。再用一次，你要往前一点，你一直往侧。然后要配什么表手势？哎呦，这是张鱼嘴是，就是它有点就是我也可以中空。对对对，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变成那个，你有点像那个，你现在就是像秀慧姐，但是有点
时候，这样有吗？嘴唇嘴巴还要冲，嗯，他这样对吗？你可以说他好像有点不对，不对，也不大对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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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为什么我这问在哪？你的嘴巴有点扁扁，它是有点是要鼓起来，可是所以步你先讲步骤，第一步就是你慢慢讲，然后再吐一点气，对，哎，我这样对不对？第一个步骤，然后就，然后你要呜的时候吐点气，对，要吐点气。嘟嘴跟砰那个砰砰怎么可能同时？嘟嘴怎么同时？你怎么知道同时？好有才华哦！所以你每次比可爱的话，就是用章鱼嘴那招。嗯，对，章鱼嘴最多。眼睛可以小扎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单扎，我会一直抖。没办法，嗯，就是会一直。你没办法。我也没办法。我好像在练起来。我扎起来，扎起来像中风的人。我看，你扎一次，你扎一次。对，我也是，就变中风了。因为每次我有时候拍广告，他们就说来一个眨眼睛，然后我就这样。对，然后就说，然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会这样子。这样怎么样了？这样怎么样了吗？很有气势的，我王后闪下里面那个啊，王后就是那个妈妈，妈妈。他每次就跟婆婆吵架，他这样。很 drama 的眉毛，对，这你会吗？你说瞪人吗？你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往后闪下？往后闪没有。韩剧现在很红啊。我干嘛？对啊，我一个。哎，修慧姐会生气哦。你还没害怕，你不能这样子。有人有看往后闪下吗？没有，算了。好，谢谢月月。谢谢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